大家好，我是球，还是继续开卡包吧。这次做了30个80家的球员挑选，虽然这个材料不如81家拿到的多，但是有可能挑到更好一点的球员。抹油啊！那也还是选他呗，一会儿再献祭呗。我想要一张好的卡，就是那种在封面上的那种卡。都看不见蓝的呀。数值稍微高点就重复，说看不见蓝的又来，不是这个颜色的。为什么要这样？这快10个了，我一个赛季蓝也没看见，也那么难。又有了，哎呀，哈哈，行了，好歹来一张。这个我想抽点好的卡也，这都是啥？我要有透视眼就好，看哪张能出东西。哦，罗伊斯，耶！哎，罗伊斯还是不错的，我从来没抽到过罗伊斯，罗伊斯也不在封面上呀。哎呀，罗伊斯，好，终于来一个靠谱的，耶，加油！啊，最后一个，啊，又是维莱蒂。活就过去了是吗？就快开完了，就还剩10个吧，就来个罗伊斯啊！有吗？哇！没了，完了是吧？我这开的也太快了，就一张罗伊斯啊！
哦，变位置，巴西都是好的，左边，科斯塔，耶，不是变位置，这是生日，生日给他加花饰什么的。哦，可以卖耶！哦，我舍不得卖了，有点。他这五星不是假的吧？我也不值钱了。你们有人用过吗？哦，卡牌一加一开就给个塔里奇，不对，门将。不过这玩意儿，你说你给我有什么用？也就是个材料，才89。开个材料吧，这个也是任务给的，这周任务加一块给4个90加的赛季兰。德国又变钱，格纳布里，格纳布里还不错，93，再开个传奇去趁这个热乎劲儿，切屏幕了啊！巴西，哎，希勒是认真的吗？耶，传奇凯太糟心了。又是德国中场，克鲁斯啊，又重复了。那次播也开着他了吧？不过是全挑选里出来的，有体感觉，感觉从这个赛季兰开始玩就行了。哦，这张很烂的。周赛你就，你网络怎么样啊？哟，等一会儿啊，先看看这是谁？又是德国，今天跟德国挺有缘的嘛，CB。胡梅尔斯啊！天你净给我一堆高数值残疾人，别把成绩看太重了。踢着其实也还是可以的。你要是网络都不好，纯为了开卡包踢周三，要亲命！又来了，法国，CR，这是个垃圾呀！81加这会儿，塞南掉率可以啊，又是德国，又是 CB，不是 CM，又是克鲁斯是吗？疯了吧？那么一会儿抽2次，欧语啊，开个传奇吧，再开81加，开个传奇出个材料，爷爷，你给我个好的吧，我都开多少传奇了？我感觉都不下100张，阿根廷。C 呀，贝隆啊，里克尔梅呀，哎呀，这种经典的前腰，这游戏里没法用啊。不过里克尔梅是，就是今年新加到这个传奇里的，倒是挺好的。而且我倒是之前挺喜欢黄色潜水艇的，看看传奇吧，切屏幕，至尊开到最好的卡卡。爱心，还有谁呀、啊？没谁了。葡萄牙，德科，鲁伊科斯塔。至尊目前为止，我觉得开的还将就吧，感觉一半一半吧，一半能用的，一半垃圾，不算太糟糕。拉尔森嘛。哎呀，天哪，要命！古利特、克鲁伊夫、梅埃拉、大罗、贝利、
烂三都行。你看这金币还是这么多，基本上就没赔。你做30个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颜色好乖啊！哦，30最佳，5连没最佳，大呀！要不是你，我们就进入决赛了。8-1加1个圈最低1500嘛，一套阵容差不多15000，30个就是小50万。哦，赛季兰来了，给个大卡，葡萄牙，左面拉法呀，哼，也行吧，好歹能卖93，能卖10万。哎，不知道这光是什么卡，一会儿看看吧。左边后卫，哟，佩雷亚，这都是有变异卡，但是因为现在卡包里还有他的这个赛季兰，所以 C 罗变异卡就没有了。这张我也有啊，也是不可交易的。哦，钱，